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不是有个支线正在喝机器的血吗？有吗？我想没有印象，是我还没有点到吗？还是忘了？毕竟这个也玩好久了。那叫黑人，那叫黑人。你突破盲点了。越描越黑的傲娇萝莉鸟，没有。我觉得这边放逐之地要是真的一直放着不管，说不定哪一天这个势力可以跟子午村有的拼呢。从他们建筑来看，不过他们这边好冷清，人应该是不多。为什么是敌对？爽一次一整群，哦对，他怎么自杀了？他不知道拿什么武器，我觉得。
真倒霉。有一天突然有个陌生人闯进他们的城堡，把他们都杀了。非常恶劣。好像也没有什么，就这样，就这样。一个吸引人来，然后让人家打完之后，什么东西也没有拿到的地方。这边该不会也是吧？那边要从还没有下来之前就过去。支线要解锁，里面没东西。哦，原来如此。因为我就想到这个地方应该要有一点什么，这边就又是好人，超怪。安安啊！这边可以看得到卡尔加哎。也太近了吧！不错的观景台，之后可以来这边拍照、拍封面。每一集封面都要找地方拍，拍到有一点没有灵感。好吗？我们继续往下。下面还有猎花区跟这个，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去。我们刚刚有去过这里了吗？城镇好像没有，对不对？要回去那恐怖的地方，我好怕啊！救命！我觉得要开始找支线任务了，就这边吧。村庄仅存的男丁都被你杀光了，呜！我错了，我错了，我去反省。沿着拱门走，就会到了城。偷
偷看什么？好，这边嘛，沿着这个石柱拱门。我的血已经见底了，对，应该说我的药草包已经见底了。Can't be too prepared. Why have you come to Sunfall? The Greyfort is where you belong. You make it sound so attractive, Silence. The Eclipse knows you're alive, Aloy. If their agents see you at Sunfall, you will be overwhelmed. Well, that's certainly ominous.他还会警告我哎，不管啊，我要去看看啊，我好奇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居然还会警告我。希望这石教不要发现哦。坠日跟暗影卡尔加到底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搞得我有点乱，爬上去看看中间那是什么。哎呦，大型竞技场。对啊，这边是暗影卡尔加，大型竞技场。居然这边会触发什么？哦，里面在打。The Sun Ring, a proud tradition of culture. Stay off my focus. If the Eclipse catches you here, you'll be lucky if you survive long enough to wind up in that ring.没关系嘛，让我稍微观光一下嘛，危险的观光，应该不会被抓到吧？哦。Stop, Aloy. One more step, and you'll deliver yourself to the very powers that seek your death. They're wearing focuses. That much is true. 还真的危险哎。Promise, but not yet.还真的有危险哎。It's too dangerous. Oh. Find good for a fair price.走走走，我们赶快赶快远离这个地方，逃得远远的，恐怖！啊，那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跑来这边看嘞？没有，这边就离开坠日了。哦，刚刚那个真的有吓到，那个气氛。I used to daydream about being a noble. Looks like a train.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